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，要呈现一段好听的歌曲给大家。首先要介绍我们实力派唱将庄正凯，以及我们体坛的蔡董蔡正奇，来联手带来的歌曲，蔡小虎的作品凹鼠麦铁器。凹鼠凹鼠麦铁器，到底何必提起彼当时，相爱的不如意便叫阮来拆开，我永远思念你，思念你，盼着今夜月明接下来介绍 No.1 女神白嘉琪，以美丽的小公主尹雅茹带来的歌曲是王心凌的作品《爱你》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啊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真正想你说的话，是不是给了勇气？你原先相信，却又忍不住怀疑。在你的心里，我是否就是唯一？爱就是由我常伴着你。Oh baby， 请和多说一遍，让我就多看一眼，想念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Oh baby， 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，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，啊，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。接下来介绍印度王子罗品，明星组的卫冕者杨倩石 ，Angel 挂片罗时丰，陈思安的作品《为你一生为你忙》。为你一生为你忙，你敢不要带我的人？唔通怨放命不甘，为你牺牲为你忙，你敢知影我的人？爱情的路途是时间情缘，唔通后悔了受伤。看到你天生活泼又美丽，每当你的脸上笑眯眯，无限的欢喜出自我内心里。Thank you.
久，任凭海枯石烂，一点也不会摇动我的心灵。欢迎收看台湾 Number One， 台湾 Number One。今天穿了好听的歌曲呈现给观众朋友，又到了礼拜六听好歌的时候了。对，但是观众朋友的福利也不能忘记。是的，我们一样邀请到我们的见证律师姜黄化律师为我们见证抽奖。观众朋友们，赶快拿出你的手机，下载民视线上 APP， 跟我们一起预测今天的最高分，拿奖金。